最近来做道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生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，是一个善缘心灵的加油站。时间咧过足紧的吼，啊，一工一工安尼二十四点钟，哦啊，做工课做工课，上班呢赶快爱上班。那么呢，这就是为了啥？人讲人呢，为了这口气，爱替咱的肉体负责任，所以呢，腹肚枵都爱来拼。人讲做食做食，无做无通食。啊，严格拖目镜，这古早人定安尼讲啦吼。来，咱先甲节目呢，拿来进行，然后再来甲咱的朋友来做开讲啦吼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天必生公的服务电话：591605。我关心的多亲，才给05感恩。七月是吉祥月，但是吼、哦，七月真的会很忙啊吼，尤其是公关、庙宇、道教、佛教、什么教，七月呢，拢总是咧慈悲啦吼，施化啊，所以咱姜嘛同款啦吼，啊，经团嘛是同款，爱搁出去呢吼，啊，做这个法科啊，所以讲吼，都有人咧问啦，我梅山师姐啊，七月份啦吼，啊，咱即届这个拜六。咱讲要个共修上课啦吼，因为咯，有的人比较会忌讳啦，讲啊七月时啊，咱搁伫大庭广众伫迄个所在吼，伫咧修炼啦吼，伫遐咧静坐，哎，唔知吼啊，咱的一挂阿飘会不会跟前跟后啦吼，讲对前对后吼，啊，伫遐要共修来讲，咱本来啦吼，免讲唔免个七月啦，咱本身呢吼，咱的祖源同款。哎，甲咱有因缘呢，啊，真系累世完成这主，甲咱有因缘呢。伊咧看你咧修，伊嘛想要解脱啦。啊，所以讲咱唔是讲伫七月啦，平常时啊，伊嘛同款啦，甲你对前对后又还同款。所以讲无缘大慈动体大悲，修炼是无咧跨界济啦吼。大家要做好遐底啊行慈悲的工课，啊，一种恭敬恭啦吼，庙敬庙。大经的细经的吼，供堂庙宇，咱讲这所谓有供有堂有庙啊，大家小停来小停去啦吼，大家都很忙碌啦吼，甚至于吼，也上经的啊，都爱去斗上经啦吼，和咱七月行诸比月，大家有一个时间机会去做咱家己想要去做的功德啦吼。
对吼，咱较早全真祖师呢吼，有一般咱就是讲全真创教的祖师王重阳祖师受七个弟子，简称呢伫这北方叫做北七真，马丹阳啦吼，谭处端啦，老处贤啦，吼邱处机啦，王处一啦，侯大通啦，甲孙不离。全真祖师呢，对创教开始就不断的拢伫安怎？啊！伫个传道修行啦吼，修行个心得，因用安怎？用这个诗歌个方式，甲用这个甲记录起来。因较早要阁无迄个文字啊，就用诗歌，用修行有关个诗词啦。也就是讲，咱家己咧修行个理论甲实践个总结，学习者诗词，了解因个思想甲行动，这是以祖师吼来作为咱修行个榜样。就像你讲吼，将李老祖甲李仙祖化作两个乞丐，那么呢，伫这个牛仙桥的时阵呢，吼啊，伫甲这个王重阳呢，哪唱啊，哪拍板，哪唱哪拍板。那么王重阳呢，伊真巧呢，人讲这本来就仙家人呐，虽然是一个基因吼，伊哪唱哪拍板，就咧唱啥，唱这所有的这个吼、哦、修炼的这个吼、哦、诀窍，伊一年。吼、哦，两年、三年安尼，一季十二年，伊就修成正果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即个较早，吼、哦，咱即个祖师大德，伊就用即个拍板的方式呢，吼、哦，你唱即个啥巧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唱讲爱安怎修行，安怎练用，安怎修心，安怎养性，伊就用唱的，吼、哦，用唱的。那么全真祖师呢，如何用诗词来教化信众甲修行？吼、哦，什么是修行？修行不是咱佛教专有的名词呢？嘛，唔是讲哦，啊，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，咱中国已经使用修行这个、这个词啊。
伫这历史书籍吼，这真实用的本纪内底就讲啊，讲视天下之人，家己自身啊，敬职修行，各信其心。就是咧讲，就讲万民的五望啦吼，就是讲有为德于天下，天下治。所以讲，这个宋美祖世家内底就称这个啥相公之时修行仁义啦，欲为明主。这个可讲吼，伫这西汉的时阵呢，修行就出现着这个文献。所以伫文献内底面吼，唔是讲佛教啊，都还未传入来个中国咧。咱的文献内底就已经有啊，书籍内底就已经有这个修炼修行。啊，修行就是施行，施行的意思。并且呢，还佫带有这个啥行为的改变。在这个书籍内底讲静坐修行，就是讲到啥，讲修行就包含着两层的意思啦。一个就是讲破，一个叫做立。破又立，这就咧讲到静坐去修行，不对的要破。像咱咧讲啊，破灭嘛，破灭之后我都入悟。哦，啊，咱今麦咧讲这个习俗不对，那我们要把它怎么样？要把它破除。破除了，然后再把它立啊，比较正确的，和咱依据来修行，叫做破一个立，这才叫做境界修行，根结修行啊。啊，修行就是破除某一挂旧的行为嘛，吼、哦，确立某些新的行为，这就是使咱修行人晓得自身，才叫做修行的本来的面目，叫做本意嘛。啊，恁常常咧讲到这个。破而动头啦，立在其中，不破不立，先破后立嘛。先破后立，只有破才是修嘛，只有行才是立嘛。啊，所以人讲修行要破什么呢？啊，要立什么呢？咱来看这个王重阳祖师如何教化马丹阳。这个王重阳教化马丹阳的时阵，伊是花费了真大的功夫呢。因为马丹阳跟一般人无同款，第一。马丹阳有身份啊，伊是汉代马援将军的后代。伊虽然无科吼无科官啦，但是伊有文化，伊有地位。第二，马丹阳是一个庄的庄主呢，马丹阳有钱啊。伫这个山东临海的时阵啊，马丹阳被称为马半州，啥物叫做马半州？就是因家的财产啦吼，甲伊的庄园啦，你除了骑马。要那用行，你个行未完呐、啊，叫做马半州。啊，你个看讲吼、哦，这个丹阳哦，王重阳祖师咧，特别来度这个啥马丹阳，伊爱用偌济头壳，伊无得到这个马丹阳的支持啊。伊伫山，伫这个山东临海，伊要安怎成为一个道场？爱、啊、度这个马丹阳呢，啊，伊个家后孙不二呢？是一个真有主见的女中豪杰呢，因此王重阳教化马丹阳这个人实在是真不容易。但是王重阳呢，有一首诗歌叫做《化丹阳》，表明就是咧教化马丹阳写的。伊讲凡人修道啦，生于一处一十二，为什么讲一十二的二？断酒食斋气，攀缘爱念，忧愁思虑。这十二个字呢，讲了三个赞处的内容。第一个赞处就是讲酒色财气，这就是讲世俗人所向往的，啊，咱物质上的生活内容。第二赞面就是讲攀缘爱念，这个世俗人所向往的家庭生活内容。第三赞，伊是咧讲啥？讲忧愁思虑。就是讲，世俗人伫这个生活追求当中呢，面对成功甲失败所带来这个感情生活内容。所以王重阳伫这个诗内底面所讲到的，修行就是要断世俗社会的人呢，三个层面的生活。断了这三个层面，就是破了这个修行人的第一步，就是要跨进去了。你就是要破除这所谓啥？酒色财气啦，有咱讲忧愁思虑啦，攀缘爱念啦，你要先破除，啊，你无甲破除呢，咱要哪会当断呢？那么才会当断，这十二个字呢，往中央的地主呢，苦处机呢，在一世以这个经世事故内底咧讲啊，伊讲昏大于定完啦，
繁华昔日乱呐、啊，玉帝万事空呐、啊，书作百年关。前面这五个字，就是咧对世间人的世俗社会描写，粉黛就是人讲抹粉呐、啊，戴这个首饰啊，咱爱这个钻石啦，爱玛瑙啦，爱珍珠啦，吼，这个叫做啥粉黛。啊，查某人为着这个甘愿安怎？甘愿牺牲家己的肉体去换这个荣华，牺牲家己啊！吼、哦，而这个灵魂呢，吼、哦，要去换出着这个世间稀有的珍宝啦，都戴首饰嘛。所以讲，今天的形势来看，男人来讲呢，讲指女人对女人来讲啦，这就是男人。对于咱今嘛目前所讲的肉体享受嘛，感官享受，真完。咱了有个人金银财宝啦，各种的奢侈品啦、啊，有个人内底爱装一挂宝物啦、啊，哦，装一挂古早人，敢若一张画，人一千万人来买啦，哦，较早出名人所画落来这个画，两千万、三千万，甚至于几亿的人嘛买，珍玩嘛，就是珍贵的玩物。这金银财宝奢侈的物件，是指咱会当变化为金钱物质的物件，指的是咱人的物质享受嘛。啊，这个繁华昔日乱呐，就是对这个社会精神生活特征描写啥繁。既然是讲到繁华，又是讲到繁杂，华的讲华美，又搁讲到奢侈啦吼。昔日的讲啥，人伫这个虚假假面区内底，一世人呐吼，玩弄这些真玩，到肉体要下步啊，咱家己唔知影讲咱空的，因为啥物物件拢炸无去啊。唯有业随心而已啊！这世人是虚假啊！啊，咱这么狂热，咱乱乱的杂乱，又是咧讲到混乱这两种的享受，物质甲精神呐、啊，以及这两种享受中，咱充满着各种的混乱。伫这个奢华甲虚假的物件，咱的规工拢是咧打争权夺利啦，为着这个名，甲为着这个名声，为着这个啥，为着这个爱爱欲。这拢是修行人修行爱破地的，也就是咧讲修行第一步啦，跟第二步，第一步甲第二步，啊，就是咧讲思想上爱抛弃这欲念，享受甲追求啦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讲根本上呢，咱爱树立起万事空的这种的思想观啦，嘛就是咧讲，不管是物质的享受，也是精神的享受，拢是空的，这个物件。那么怎样才会当树立这个一种的空思想观的念？用咱来讲这句话呢，怎样才会当看透人生呢？这个枯点村呢回答足明确哦，伊讲真简单啊，就是思作百年观嘛。所以讲思作百年观，也就是咧讲要跳出人生的百年这个局限。要对这个百年的观度来思考，这个百年就是人生的年岁，也就是咱人咧讲的寿元呐。一般人呢，哦，来到这个世间讲百年为期嘛，三万六千日啊。到了这个百年的日子来临的时阵呢，你就会告别这个世界啊。所以你有搁较侪钱财甲物质，你若无多赚一分一毫呢，只有你搁较侪感情牵挂。嘛，袂当予你有任何留恋的机会，甲可能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吼，甲既然袂当予咱有任何留恋甲机会，那么因为安尼，这个时阵，你伫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一切，拢不再属于你的。那么你曾经占有一切所有的，这的你嘛是爱撒手放弃啊。因此呢，这个枯田村就讲啊，如果你有了这种的万事空的思想。那么你就断除物质和精神的生活牵累，就可以获得修炼了。这有水啦吼，枯田村讲的这话啦吼，真的是漂亮啦吼，非常简单，但是也不是一个很好修行的断破才会当立，要破除这所有咱无法度放下的这温婉情愫，跟咱的欲望呢。名利权势四多墙啦，你无甲破这个念头，你无甲断这个欲，那你就无法度入修行。咱的志气呢，都无法度。咱伫这个世间拢是这啥？
这繁华虚热乱呐，对这个社会精神呢，吼、哦、错乱的足侪啦，把这当作真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三万六千日玩完了，你什么也没带走了吼、哦，啊，既然什么拢无带走啊，物质甲精神呢，这两项，那你到底是精神较重要？所以讲国神不死嘛，吼、哦，咱今仔日伫这世间，咱修的是修啥？那么修一个。哦，讲真正做人有一个真正气质，修炼有一个修炼的坎站，迄、那个坎站要放伫对，迄、那个思维要放伫对。所以咱讲王重阳去到灵海关啦吼，会去找到这个马家庄的马丹阳，伊用尽了方法说服了马丹阳甲孙不义啦，献这个庄院呢来给伊做道场。伊才会当感召到这么侪贤士啦吼，来马家庄呢来练道修行。但是呢，到尾啊，千人来修行才七个成道啦，七个人成道。所以讲，伫这个北方呢，有这个七真人，那由这个王重阳祖师开始的嘛吼。啊，所以咱听听呢，看看呢，几啊千人来马家庄呢，来直接吃吞打，来直接咧修炼。到尾也是安怎，干那当七个人，我都先修行正果。那么迄个时阵呢，看看唔熟悉啊咧。马丹阳佫较好个，这个马家庄买去予食的人哦，来只过伊要来修行的人食倒伊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这袂使想过头久啊，佮吞大想久，马家庄到尾嘛是无法度支持只，吼、哦，咱讲假道士、假道学的人来只呢吃喝玩乐。但是不真正修行啊，所以这个吼、哦、王重阳就带这个徒弟啊出去，了后倒转来呢，哇，开始加破病，规身躯拢人疮啦吼，规身躯拢臭干干。啊，即卖呢吼、哦，一挂伫遐咧食的吼，伫这个马家庄伫吃喝玩乐、假道士、假修行的人，看到伊出去，搁转来，那会规身躯拢裂啊，啊，搁会流人流汤，啊，这唔通。啊，进来走，进来走。哦，啊，这个马丹阳呢，收留的这个吼、哦、王重阳祖师，讲外高啊，煞有影。那有影的身躯，那会生个臭粒啊一堆，吼、哦、臭干干呢。啊，所以就大家宽包好啊，一走，拢走了了，都要走个等七个人。成就七真呢，嘛是王重阳爱过世啊。王重阳过世了后呢，一个呢，才互因去体验。每一个灵山宝地呢，有一个灵气的所在，恁各自去修习，各自去修啦。吼、哦，那么王重阳要回归故里的时阵呢，叫枯田村来甲破鬼啊，改现啦。所以枯田村过熬啦，伊底下就去龙门呢，佮修六年的苦行呢，上界落位成就的。这个新鲜状元就是丘处机啦，他太聪明了，但聪明破现。破玄机啦吼，王重阳该修理啊！伊处处甲破玄呢，啊变成讲，互伊的玄法破了了。啊，伊这个假傲的个性吼，就变成讲，伊带来业障啦，累世来的这个业障，伊必然爱去龙门的所在去受苦行啦。然后三观大帝来甲印证，七真人呢是上界落尾成就的，就是丘处机啦吼。但丘处机呢，伊成就虽然上路尾修行，不过为什么是专精搞教主新鲜状元？那当然他苦修了，有他的能耐的嘞，然后。安怎修啦？咱就是要登原来原天这个所在啦。所以咱来听一段《无极归乡曲》。人个你外好命，互你穿金戴银啦，互你吃香喝辣，互你上高享受啦，你的寿元啦、最值啦，三万六千日啦。
安就已经袂歹啊啦吼。啊，我都破过36000日，叫做高寿的人啊。修身为本，天上地下唯道独尊。以母娘对话吼，这不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吼。咱常咧讲，人要安怎才会当较神圣啊吼？有一点的灵通感应啊吼。我们想到了，就有哦。咱讲神佛伫咱的这个头顶上吼，和咱呢有一点窍啊，这个窍门开的时阵呢，咱个会当安尼，雄雄呢吼。有感而发，人讲随感而通啦吼，所以有时啊吼，咱定讲心若定落来，才有力量啦。修行的心呢，当定静沉淀。咱若伫脑中要处静的时阵，讲动中，咱才会当处静。深呼吸啦吼，咱定讲深沉的呼吸才能让心沉静。所以咱讲静坐，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先休息，然后深呼吸，深沉的呼吸才能让心沉静。脑中出静，动中，吼，咱讲动中呢，会当出静，修行的心会当沉静跟沉淀下来，心定下来才会有力量，修成才会有心灵的成长。好时好地好人呐，随时清楚你个人的立场。要保持着啥？保持着咱清净，保持观照，保持咱的觉知。所以有足侪人讲吼，功德的进驻啦吼。这就是咱今嘛要讲的这个吼，咱的同道的
来到宫的吼，得甲梅香探讨的问题啦吼。伊讲伊行过真济山门，啊，伊嘛吼护持过足济宫啦，吼。啊，当初拄当阿咧护持的时阵吼，大家拢足看重伊的啦。到尾啊，是安怎伊嘛太强不出来？迄间宫本来起袂起来哦，吼。啊，到尾也是因为伊四方去招众呢，吼，伊有一挂即个人脉啊。吼、哦，啊，那么呢，宫起起来了后，为什么才大家拢拜贴你啊？吼、哦，拜贴你，拜贴你就带袂落去啊。那么伊就休息休息就离开啊。吼、哦，伊讲我一世人扶持五六间宫，就是拢起袂起来啊，因为伊起，啊，佫结善缘，然后呢，佫去吼、哦，处着众生的这所谓吼，咱讲施舍啊，大家互相过来见，但是逐摆到最后，他都是。扁到吼、哦、没办法，啊就又出来了。伊讲啊，我护持五经庙，我即马煞着爱一世界去流浪，去住别人的所在。我竟然无一个所在互我依偎，到底是啥物啥物因果啦吼、哦？他现在来是要来问因果，为什么我对心性吼这么护持？为什么我到尾啊一根根都无都容纳我，无都容纳我？啊！我伫个所在好啊，修行。为什么庙那起好啊，开始兴盛啊？迄、那个所在是非就多啊。那所谓箭头都望向他，我就甲讲啊，王叔兄，你伤敖啦，功高震主啦。为什么你伤敖？咱人爱点点啊做。咱的道祖讲的一句话啦吼，功成身退天之道啊。功成身退意思是啥？你袂使一直咧讲着你吼、哦、过去，你何时倒一经，何时倒一经啊？你做偌济功德，做偌济功果，那你就会修功德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已经听了神啊，你拢咧讨人情的，那么你有外高，吼、哦、啊，你有偌济人脉。拢是你自己嘴甲你破功的，真正有要做的人是点点啊做，但是伊未去讨功劳，伊未去甲神争功劳啦，啊未去甲神讲哦，这个神哦，那无我，伊这间庙伊就起未起来了。啊，今日因为有我，这间庙才起会起来。啊，你想，受你帮助的这个宫主啦，受你帮助的这个主持啦，啊，伊就一定要听你的嘛，因为要讲起来讲。因为你在这里帮助他成长嘛，帮助他把吼、哦、啊庙起起来，一当然呢，宫主主持的权力无大嘛，是你的权力较大，但是呢，你一向呢，吼、哦、家己自以为是啊，你都无你想着讲哦，咱既然是帮助人诶，咱是做真心的工课，工课做好就好啊，那么呢，咱都唔通阁甲这个功摕来头前。你若甲功劳摕来嘴讲，逐工都讲，只要有新的香客来，你就讲。迄、那个宫主甲主持，伊第一人，伊无法度换宫啊，伊要安怎换宫？因为所有拢互你落来啊嘛，伊是要安怎换？伊无在了换嘛，伊无在了换的时阵，到尾也安怎？功高震主啊！要若无老伯温，他就要走咯，对无？伊扶持这个皇帝。已经成就啊，实在是爱炮功，地雷火炮带地雷火炮，啊，这所有功臣吼，啊，助伊，互伊做皇帝，啊，是那皇帝一坐位，就一定爱太功臣，因为这功臣互伊压力伤大嘛，给他的压力太大，啊，互伊压力伤大，都变成讲这功臣拢甲叫叫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内底甲带地雷火炮，甲炸炸好死啊！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皇兄这个吼无功无劳的，就是因遐囝嘛，甲安大因遐囝，互因阁做较大咧，分一寡互因安尼尔。但是这个皇帝坐了伊无压力啊。啊，如果讲今仔日这个皇帝坐了压力，我得爱看你的面相，我爱看你的面色，我才有在做代志。啊，这种皇帝是叫做啥？傀儡皇帝嘛。啊，你会叫皇帝要甲你抬的原因伫底？功高震主，唯一的尔，就是安尼。所以
咱的这个道德经内底，才有讲功成身退天之道啦。咱辅助什么工课，做到一个圆满了后，咱就爱把这个嘴收起来啊，唔通用你的功来进驻。这个宫的主持也给你尊重，宫主也给你尊重，伊会乎你伫迄个所在安怎做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呐、啊。但是咱袂晓收口，搁再吼咱家己的本身吼、哦，这个功官呐，吼、哦，讲咱定咧讲啊，咱伫这个所在付出济嘛，所以咱讲话还咧行，讲话都无准则，到尾啊，正人怨你一个啊。那啊，主持甲宫主，伊是讲啊，你伫我的头前咧，甲动咧啊，我啥物代志拢袂当做啊，捞你一只就等于是阻碍我，你就是我的绊脚石啊。伊会想尽办法甲你推走嘛，一定的啊。功过尽主这句话就是，咱人工课做好就好啊。工课做好，咱要去遐，伫迄个所在要做伊的道啦，那么你就要搁较谦虚咧，吼、哦，心端搁放较软咧。和这个宫主甲主持有机会铺头啦，安尼人会尊重你，尊重干那啥？好，安尼若唔是，吼、哦，全力一把抓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讲话肆无忌惮，感觉家己上大。那么你五经啦，你维持迄五经啦，扶持迄五经庙，你无容身之地呀、啊？为什么？错在你呀、啊！我甲讲了，伊面全拢红起来，你知无？我甲讲说，错在你哦，不错在他人呐、啊，是错在你功过傲慢，错在你功过尽主啦。啊，所以今日你这工课呐，唔修正就对啦。你行到多一间宫，你拢待袂久啦。伊讲，有影就对。行到多一间宫，我拢待袂久，就是因为你的个性的关系。所以讲，何时何地何人呐、啊，随时要清楚你个人的立场啊。哦，这个人的立场你要保持清净，保持观照，哦，保持这个各地内心的这个清楚思维，你爱去处事。人的知见若错了，方向也会错、哦。啊，你的知见都唔对，你的方向都唔对啊。好、哦，苦的本源就是一个我，迄、那个功过无慢的我，是迄个我害你的。因为这个我，当你呢，吼、哦。放在这个头前面的时阵呢，靠的就是你家己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讲你这个我慢，你会侵入你的心，有好的想法，好、哦，你才有好的能量啦。正面的想法就会出现啦。啊，出现这个活力，只有乐观面对一切事嘛，大事嘛会变成小事嘛。所以讲，讲话够实，行路踏实，这就是咱做人基本上介好的道理嘛。走路才会四平八稳嘛，任性随缘呐。所以来讲，人生虽然度春秋啦，心中无代志，荒废人生。但是，咱的正面的思维跟想法，会让你的人生呢哈有所改变呢哈。所以有时阵，咱有作者讲啊，人生若梦，任人都会说了哈。但是咱定讲，人在沙婆众难多啦，生生轮回难翻过。若切若迷，茫又茫啦，茫里乾坤皆为幻。人生虽然度春秋，人生立志盼翻身啦，拢是空谈无常心。慧思灵行真忏悔，率自忧心恶业心啦。安尼咱才知影讲。终生做梦，怎么不知醒呢？做梦中梦，悟身外身呢？哈，吃苦就是咱向前的原动力。但是有足侪众生呢，遇到困难呢，他马上会退志。遇到困难，伊就退志啊。求神求佛无感应的时阵，伊就怪你，吼，伊就怪神怪佛无感应啊。咱未记哩，咱求家己去突破，未记哩讲要安怎要求家己去突破。如果咱无有过去的因，免哪有今生的果呢？啊，因为咱有过去因，才有今生的果。咱来转世生地，观念是调整在对，调整在日常生活当中嘛，去改变啦。咱的心灵唔只有法度成长，所以讲吼，
唔能怪人无情啊，啊嘛莫怪人无义啦吼。有时阵吼，人要有心灵皈依，要建立在心灵的皈依处。今日你有行到这个脚步来啊，你知道错在哪里了，你就要当心每一步你所要走的路，然后你才有一个真正忠心的所在，修行的所在啦。那么被人尊重啦，你来放下身段，放下身段。身段没有放下，你不会受众生尊重啦。哦，啊，你也搁讲过五万，你倒位拢唔是你的去处啦。这就是咱讲可怜爱在，咱的书啊，定咧行过线头讲讲啊，吼，戆嘛戆拄好就好啊，戆到有春，戆到安怎做到老干，搁往嫌到老烂，安尼世间就讲唔大的代志太济咧啦吼。那么没想咧，今日甲咱大家讲一段啦吼。希望讲咱在昭陵山也好啦，咱在北京庙宇啦、共修也好啦，咱在多位啊，大家共同成就也好，记得放下身段，每一件事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啦吼。灵感真言，昨天必成宫的宫址是在婚姻观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。咱的服务电话是5916045，我关切多亲切的空我感恩进广告。咱的节目一点钟啦吼，但是呢，咱嘛是爱有这个啥？优良的产品来扶持啊吼，那么咱昨天必须讲自制，但咱家己做吼，啊家己行销的物件都是灵草香。咱呢叫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傅用手工做，手工香款，手工香。所以咱呢灵草香的材料是咱九天母娘所降世的配方，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。所以咱的香有笑三甲笑六，毛笑八，吼，咱点的都会当到五点钟的啦吼。啊，那如果讲咱有用这个手工香罐24点钟诶，那咱用诶，内底很少有碳量，也不会污染空气啦吼。搁一样，就咱的听头会安尼真光影吼，啊，未讲做歹整理。过年时啊，用一个布甲擦擦咧，安尼做清气诶吼。因为咱咧无啥物污染，所以咱讲香咧做，就是要有咱的神咧，讲香烟缭绕通天界，恭请道祖母娘降临来。甲地主束缚并消灾啦吼！既然是香烟缭绕，咱定咧讲的吼，香烟就是代表咱人的气啊吼。一个家庭内底你啊看，一个家庭，你一进门呐、啊，看到他们家里面的磁场，你就去感受到因家会发生什么代志啊吼。所以咱要讲就讲，人咧大就一个瓦风水吸地力啦。好啊，既然是吸地力瓦风水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风水呢弄得好一点？哦，
啊，咱即嘛吼，其他的话卖讲，咱的广告啦吼。啊，你讲到的这个香品，啊香呢，啊，咱也要结缘，咱直接敲电话，咱有讲话。就咱师姐啊，大概要去庙里拢会来提讲话。伊讲哦，全省吼，我若有咧行的庙吼，绝对有诸天必成宫的讲话，我拢供养香，供养讲话，互人去点。点好，伊我就会甲伊讲啊。你若点了好，你家己敲电话，家己叫哈。伊讲我会当做，就是干那安尼尔，就是搞咱的香品呢，吼、哦，用哦，很多人都知道可以用到好的香品，用到好的咱的贡物、素茶。伊讲哦，啊，我今麦去庙里甲供养，人点了好，伊就敲591-6045啊，咱供呢，我会当支持扶持的，就是安尼。哎呦，大概若要去做工课，啊，近呢的庙，伊就去拜拜，伊就顺便去做广告宣传啦吼。伊讲我会当甲母娘斗三工的，就是这個，我能做得到的啦吼。所以说，师姐护道的精神，我们是非常感恩啦吼。啊，其实那那干那师姐师兄护道的人足济啦，吼，啊，每双嘛感恩啦吼。所以咱讲是众生堪成，唔是地主在前啊。所以今日呢，咱伫电台讲到21档的时间，有这么多孙兄师姐啊，扶持着咱慈天臂神功了吼。那梅香真的非常感恩，咱就把这个香品的功德就安尼哦，进一段功德。那咱讲焦点叶黄素，和咱顾目睭的安怎顾？因为咱这是纯植物，吼、哦，咱讲去萃取的，吼、哦，咱需要迄个叶黄素，需要讲和咱的目睭补充营养了吼，目睭补充营养。哦，好咱呢吼，咧看主面咧雾沙沙，吼啊出嚟呢吼，啊咱妈呢吼，唔免讲啊无一支目镜沙无咯，啊咱啊就过讲目睭甲顾好，天中日月人中两眼，叶黄素真的是最好的选择。现在有二送一吼，买两盒送一盒的啊，这种活动吼，啊你要讲用两盒叶黄素送一盒多美千来顾胃肠，好咱胃肠较通透，唔免囤积啊垃圾。加遐所谓逻辑，那么呢，咱用多美千，吼、哦，多美千呐、啊，重视于肠胃的，咱就多美千两盒，啊，叶黄素一盒，哎、欸，安尼呢，上叶黄素多美千两盒上叶黄素，啊那叶黄素两盒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你也在上多美千一盒，好、哦，今嘛呢有这种的活动呢，好好的把握了哈、哦，好东西以啊，咱来动师兄师姐呢哈、哦、来分享了哈。哦一盒千八，两盒3600，就送一盒，同款是千八的价值的，就是叶黄素或者是多美千益生菌啦吼。以上这种广告啦吼，啊，咱的啊虫草王已经吃十多年嘛，讲十多年啊，三高宝，还有咱的虫草王金家人女性专用的黄竹，咱吃坐回来。吼、哦，啊，经年总该啊，加减啊，食，咱就会当吼，互咱五行平均啦吼。啊，佫一项就是讲，咱伫外口毒素较侪，暗时啊暗困的人，开暗车的人，还是暗时咧做夜班的人，你吃樟脂王牛樟脂，樟脂王所萃取的，它可以保护你的五脏五行啊，袂有火气，三焦五毒火袂来。人袂安尼吼，一个面生个呢尿尿，佫一样就是讲，互你呢吼有感觉，感觉精气神个佫愈好诶。牛樟脂所萃取的樟脂王呢吼，来以上这段广告啦吼。千言万世音，大慈大悲。
咱的雅慧师姐，然后有点播一对最爱南海普陀山，然后那咱今嘛都该做安排，嘛感谢吼，咱点歌的咱的师兄师姐吼，大家做来收听，收听这对最爱南海普陀山，是咱台中雅慧师姐所点播的哦。最爱南海普陀山，虽然毕生讲下晡时同款有这些时间，人讲啊七月刚熬咧问哦，咱七月同款，咱拢开口无停的啦吼。啊，此天毕生讲唔捌讲吼啊，因为七月来停课了吼。只要应众生方便啊，刚好有事啊，你要问哦，啊，咱寺庙盖慈悲啦吼，咱要问。啊，寺庙嘛，同款会甲咱做服务啊吼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因为因缘的关系啦吼，啊，所以咱的寺庙七月伊嘛无咧停课啦吼，啊，所以咱慈天毕生公呢，伫咱七月份的咱的秋季法会做这个功德法会，功德法会会当做啥？会当做祖元超度啦吼，英灵啦吼，啊是地基主啦，咱个人的完清祭主，啊是咱家己本身的这个所有的业力，有这个种种。像有个人讲吼，开车去人弄到迄个人肉体下步啊，吼，啊要来个参加功德法会，要甲对方回事的会使无？可以。还有呢，啊，佫有讲吼啊，一只狗啊，我饲甲足有感情的呢。啊，你问梅香讲，梅香师姐啊，我那只狗啊无去啊吼，啊是要安怎甲超度哈？你有他的照片，有这只狗的相片。啊！甲这只狗啊，你较早在生，伊阿未肉体下步的时阵，伊啊，你甲叫什么名？你就用你的意念去请他来听经。那么，甲迄个狗的相片摕来，安尼就会使参加超度了吼。咱即马人吼、哦、关心哦，咱讲对咱家的祖源，咱家的本身的完成祭祖要做功德回向，地基主要做功德回向。即马关心的就是啥？即马有足侪人拢在关心啥？关心伊只吼，咱讲伫咱身躯边陪伴咱呢。吼、哦，这狗啊啦，吼、哦，狗有狗啊灵无有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伊的这宠物，或、哦、者有做这个宠物的这功德回向无？有，啊，有人把这个宠物，我那个寄伫个庙的，希望伊会当吼，诶、哪听经哪听经，可以离了这畜生道呢？吼、哦，赶赶紧紧过来认道来出世，啊，这个叫做好的主人，好的主人会去感念伊陪伴伊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把这个吼。哦啊，祖先做功德，迄算无遗憾呐。哦，咱讲饮水思源，食果子拜树头，
今嘛噶宠物做功德回向，叫做爱心，感恩他陪伴你，在你最空虚无聊的时候，他陪你玩。所以这点念就这点情啦，咱的意念对咱带伊来听经啊啦吼。啊，所以会使参加无？会啊，好、哦、可以啦吼。过来，咱就是咧讲啥？咱欲知烦恼生妄我嘛，各有因缘，不要羡慕别人哦。人别人哪能遐好？别人拢无烦恼，唔是安尼呢？因为咱要知咱的烦恼，先爱袂记哩啦，袂记咱到底有偌可怜。咱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啦吼，是咱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咱破执，你若无破执，你这色相的执无破。咱的性呢，甲法伊就无多相应，所以讲知我说法，法相应下，何况非法？所以讲欲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嘛。啊，无六祖那就讲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该是性法皆空，妙行无住之境啊！啊，所以咱呐了解，人人相清净，天地色皆归啦。这就达到本源幻想实际。咱来讲上清上净之道啦吼，来今日节目就做到这，嘛祝咱的好朋友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